OK，来第14课的生词，生词四十古要名，对吧？到这儿，来让孙英老师生词里的小老表，比如怕背吧哦。四十干你50题读一下吧。日出。日出，精打细算，开支，免得，储蓄，穿越，腹泻，腹泻，时常，将就，将就，支配，支配，执着。执着，好的，支出，支出怎么着？公交这个表啊，支出。精打细算，所以得吃吃的有多吃的，第一家，什么这家多吃的，所以精打细算，开支，开支是啥叫公家事业呗，对不对？支出所以拖的是拖不呢？开支叫啥的是一直干，那开支免得，所以就是小下楼呀，免得。误会，就是听罗马苏路，还是听罗阳路，免得什么什么，还罗马屁事呀？那储蓄，所以舒张卡的还有不要嘞？储蓄，穿越是啥？假如老师穿越剧玩游戏的，就是穿越时代，请嘎拉古穿越的那个就是穿越。腹泻，腹就是肚子的意思，泻是啥？温小人。腹泻是啥？文学啊，我不要紧了吧？时常就是常常的意思，没人我不要紧嘞。将就属于抵抗啊，我不要嘞，别的路嘞，抵抗比较累的，属于将就。支配属于大问快问啊，那快问你啊，恰他的话属于支配，执着。执着算干嘛呀？不对，他们家表演那么看我执着，这苦苦嘛，演演过，干嘛嘛呢？十来不要路上的，所以执着。好的，可以了。来了，所以老师课文里拍几集啊？背着电饭锅拍北极的电饭锅，列是他们帮我有公布表的北极耶，北极是喵我有中也大蹦牛下一大波呢。好的，来把他们这边里拍几吧哦。王王健健龙南大大王学健龙大毕学毕业，业，做过摄影做过记摄者，影纪检记因者为新闻因评为评论中员，间原来编编辑，辑，五十五十岁岁做做了了这谢追强，求完美追的求完美形的象，性格，被性他格领使导他领的导报的社报社全称部为和中国报业报业改革改的革的改员革的工。典型。每每天都天会都有会一，有每天都会发发图有一形，发前发来图形，考他察来考我。察访问，现在他我为就在在王健南事关业，键毕任业南达事业到达到高高峰峰的的时时候，候，他然后人决定开，他他毅一然人的呢离决定开开报一个人社，决定这个开报社，他累了，身心疲惫，身心疲惫。哎，他想做自己愿意做的他想事，做自会所己能愿及。意他做的开，事，力所能及的第三开。呢，开拓现代生活。现在生活没有了，可以了，好的，来听一听，王健南大学毕业，做摄影记者。王健南，大学毕业多少人看嘛？那这个都将毕多少人看嘛？做电影记者，电影是有线不？那有线记者是领导老板的，比如新闻的评论员，评论是懂得的，不能的懂得的都在录的，编辑 editor 在录的。50岁做了社长，但俺现在要我做社长嘛？录而已，录他那么多报名不呢？那牛皮了，追求完美的性格。
都也心里是这个，龙王 perfect 偏没不呢？刚从偏路的，刚从 B B 怎么路的？都也性格个嘞，使他领导的报社成为中国报业改革的典型，就是都无上呢，你的人才太干不呢？成为偏多人，中国报业改革的。这有业的人才，啊，路偏来也龙安里的嘛，对，龙啊，三年三就是典型是咯，三表老的哈，撇多的，哎的，每天都会有一波波同行前来考察访问，就是同行子都那难度也都一般咯，就是这逗比这逗拉比咯，累拉的，都是报社也把路奥米尼亚来不咯，里面拉比咯累拉的，没面家了不咯。就在王健南达到高王健南事业达到高峰的时候，王健南也事业龙安啊，龙娃脱退面松奥面目要松而且嘛，他毅然决定离开报社，读完毅然子就是么边那边的松撇开完，哎的离开报社，报社啊你都快垮没不喏，他累了，都变慢多比毅的身心疲倦。看那个谁个被满身烟的味，他想做自己愿意做的事，都都露出来露过呗，露着没的，力所能及的开拓新的生活，力所能及的什么，过冷冷米的老婆呢，开拓新的生活，生活的过，你才木不怕崩着的过，开拓了没？开拓了谁？碰到没的？好的，再读一段，那他这拜里爸爸哦。没有了，举物。没有了，是我见你像是从口帮帮帮帮状态准备备着放出来，一分轻松，一分轻松。他说是半裸的企业家，不久他快演过，爬到了张大大，他再后来他练上了北极。嗯哼。没有了植物，哎，老人们去了我说了，王健南像是从捆绑状态中被释放出来。王健南啊，这像是二奶读的，不能把那读来说了，从捆绑状态中捆绑他的，气囊他的气，你看你被释放出来，释放出来说了，轮苗拉的路呗。一生轻松啊，这个龙爸爸你的，他先是办了家企业，龙安里这个都提上来的，不久跨洋过海，你们家给马尾的变来的，怎么的啊？撇不了，到了加拿大，跟你俩要了给的。再后来，哎，老板讲了，他恋上了北极，对吧？北极有那得多的。好的，那这边你多忙。以前他一直认为北极不是普通人的事，你那都听见了。那里面我有阵多的说了个，大曼路的这个什么铺？记者出生的妻子鼓动他说：“记者出生说，昨天到，昨天到干的屁来的？我那昨天到路干个都也没嘛个，都阿贝。我那年轻人自驾都能去，怎么？”咱们怎么不行？农业累了，多都忙不了，养多的呀呗。俺说把路么撇嘛的。于是他们出发了。哎，大家么路都路啥点比较可以拓宽吧的。好的，来再读一段。因纽特人。因纽特人的传奇，提示鼓舞他们，他们妇女勇闯北极的最大动力，一路上让王健南头脑中展示书本就对北极的描述，这描述大约四千，大约四千年前，最后一批划过白海海峡的。对，
因春五旬像美洲，像美洲兴发，美洲兴发，正法宇宙中遭遇遭遇的安人的围堵，安人的围堵，一直都随手推进，推进气候恶劣的北极川，住雪屋是用用长短的，用长矛。打猎，打猎，他们遇到过，享受遇到过，享受是遭遇过的灾难，最后在第二风暴沿海中，沿海中奇迹，一般的生存下来，成为北极遇到的原住民部族。嗯哼。因牛特人的传奇啊，的牛特人也传奇噶，不呢是鼓舞他们度过鼓舞着阿贝吧的夫啊，鼓舞他们夫妇度过里面阿贝来的勇闯北极，北极谷的地西西的样多没说的最大动力，鸡妈中多动力有背吧的那阿爷的也背来的不呢？一路上来记得小马王建南头脑中全是书本中对北极的描述，王建南也翁老天嘛阿龙啊不能李少天嘛北极谷都有破他的江亚的不的大约四千年前吧嘞那帮李亮就老高不能你帮李老九卡卡的最后一批跨过百令海峡的亚裔族群，那从这都不能第一把嘞，跨过百令海峡，哎，百令所来伊来家骗了给的亚裔族群，阿里努牛族不能向美洲进发，突然 America 带过塞了多少塞了多少家的途中遭遇。印第安人的围堵途中兰基马遭遇所以把嘞最终给的不能的印第安人的围堵所以文眼睛不能文眼睛我总对给亚人最终退进气候恶劣的北极圈啊北极圈最后啊 sorry 最终那时候马的退进气候恶极的北极圈第八种拓宽南给我能理解的葫芦烟谷说话的苗无忧尊说的哎呀你拓拉给的住学屋里的嘛你一里的嘛你用长矛的烂洗你的打猎说没来的他们遇到过想象中难以度过的灾难，都话中对不对？对的嘛，让嘛，撇脚也磕开的，别都卡流了，中对给的。最后在饥饿，那时候嘛咯，那么木的风暴，木在那边的严寒中，艰难的地方中啊，不就啊 ，sorry， 寒死了 ，A 了，喏，严 A K 木家的嘛。奇迹般的生存下来，龙王 miracle 本身没有办法。哎呀，按我这样讲说啊，对喽，在心里才能给哎的，成为北极最大的原住民部族啊，成为说撇多来的北极嘛最大的啊，鸡妈众多啊，木拉你才读的撇哪个吧哎的。好的，来继续往后，那说的外国多呀，到了北极。到了北极，他们奇迹的发生，像是他文字文字记载中，都有很特别的生活差别，并是如此之大。因牛特村落家家屋内，温暖如春，家电齐全，户户都能上网。连锁超市里卖的是包装食品，那些穿着是毛的衣裳，毛的衣裳，
敲诈而宽厚，宽厚记者记者的职业本来让我让我产生了这样的冲动，都用我的照片让别人知道，知道自己的过去和现在相差多么多遥远，多么遥远。老照片渐渐已成为了古董。那时的北京已经不复存在，到了北极，北极有一个卡加罗的，他们奇迹般发现，对吧？能吗？天曼不查的对西亚罗的，现实和文字记载中，印第因纽特人的生活差别竟是如此之大。那这部分呢，所以呢，慢慢点查的，印纽特人的，都是你看木瓜嘎的，龙瓜谷挂掐你的，印纽特村村落家家屋内温暖如春。哎，阿里卢苗族的你的，不能印尼的嘛，就暖推你呗，暖屋路呗，家电齐全。应当不说个，列斯迪斯的不能列斯迪斯也来送联系的。户户都能上网，哎呀哎呀啊 ，Internet 的路亚哎的，连锁超市里卖的都是包装食品，连锁超市里超市是吧 ？Supermarket 不能，那是阿里没有，骗他的，我把侬 ，chain 崩在没有不能，三里面也骗他，就像老师里嘛就酷酷路贝里啊，迪纳来西的，胡纳来西的啊，就是哎阿里没有。超市里连锁超市里卖的都是包装食品，羊奶也共用的，不给被他的撒撒的一点。年轻人穿着时髦的衣裳，用个里里啊嘞啊，沿古 Kimmy 的 fashion 家的衣服为他的潇洒而快活，沿古潇洒抡了比较标准的家的哦嘞。记者的职业本能让王建南产生了这样的冲动。记者的要也不能的记者漏漏的路也对也本能说他不都嘛都等别人不都不漏撇到来是不漏没有冲动不漏没有编辩来了不漏漏进来是用我的照片让世人知道那也 double 明面跟我们现在漏漏地地子也没北极的过去和现在相差多么遥远北极也人东的干呢酷也故面貌不能挂家这个不老长挂家那边来说了老照片已成为了古董因为我的本名啊来的谁好你屁股们那时的北极已经不复存在特别细马某种日本龙王们细了吧无嘞好的继续往后是不是那时的白地他白几枚同时从此王建南不再在意自然风光和千奇百怪的动植物，那只专注于人为他的进攻中，正是中国有捕捉动物的富人，动物的富人有吃到石头的，有吃到石头的北极姑娘，她的采访专题是北极人文，他知道的产自由的人文文化，不说消失的东西。都是干不如我刻不容缓刻不容缓从此爱丽情感傻逼了王建南不再在意自然风光和千奇百怪的动植物王建南一离过我们啥时候把我修给你就比如出生出一来不能这三年都生过啥时候无人只专注于人文，录音节目呗，都新闻杂志嘞。他的镜头中有捕捉动物的妇人，对也干不来一点忙。第第三牛潘里的牛的米的，有赤道的血统的北极姑娘，有赤道血统的第一个的马里的人民，那血统不血统走了第对华西的。对大多数的，那北极姑娘，哎，阿里，你讲，阿里，
龙啊，孙虎不呢？离北极都一个大龙嘛，你来努力不呢？他的专，他的采访专题是，对呀，采访呢，的明年呢专题啊，把来说了，那个北极人文圈说的哈，不呢？离北极个努力讲不呢？北极个努力迎接目不？他知道拯救因纽特人生活中正在消失的东西刻不容缓。好，他知道读地的拯救因纽特人生活中的盖在马博呢？因纽特人耶，你才木不阿马西尼的正在消失的东西，就变过你的必须的一股变，比如盖在不住啊的刻不容缓，这时间里让情绪路没压吧，呜的。好的，继续往后。那出来的话，你拍几把哦？他和妻子往返北极，十次，直到他们直出金大西山，从南极开始，开始一年的冬眠了，冬眠而持续增长的太快，太快，穿过好的无人区，他们也只。只用最便宜的汽车发烧腹泻什么的也都是吃药品解决，他们带着的饭包括面条肉酱17次，多少点？十块的钱能留来点不呢？支出很大啊，所以都是公家这个员工呀的。他们处处精打细算，比如你来嘛，对对悄悄我多吃的不呢？多吃的千方百计，你两公东比哟，节省开支，都是也东西一股缺打的，免得多年的储蓄减少的太快。免得说，路撇到小下眼着，喏，比如你帮面子舒张他的压力个，这可哪对嘛呗？面子要多少？没撇死眼着的。即使穿越了辽阔的无人区，穿越了所以照片了个没？沿过街边了的路都没细的，得到照片可以了嘛的？他们也只租用最便宜的汽车，谁得打从家里回家的？发烧、腹泻什么的啊，你才没搞脑表，不能过不没文学没啥西的品，不能也多数是自带药品解决，过有了的谁那位偏心来的，他们带着饭锅、面条、自制肉酱，都说不能的，他们屋里，然后是靠水的，比咪咪锅巴的锅漏他的肉酱是说的吧，然后啊大那点呢将就就是一餐啊，你没有吃的路低看比较真的杀了一点不好的。好，继续往后，日子很艰啊，日子艰苦是艰苦，日子艰苦是艰苦，可是文佳男却很有幸福感，他愿意自己支配自己的生命，执着的要为历史留下些印记。日子艰苦是艰苦，你也得干嘞，别满堂了嘞，别满堂不呢？可是王建南却很有幸福感，他没有王建南啊，我的烟骨四千米吧，他愿意自己支配自己的生命。我三大姐，我那姑大姑，姑爸大姑，快为没，我那姑爸大姑，你要查他没，爬楼没，不楼你没，我那姑爸大姑，西门没，
执着的要为历史留下些印记，执着的人刚妈妈呢要为历史的脉段留下些印记，则切压力力不能能也欠他给见到啊的。好的，可以了啊，所以表现那个对去拍北极，北极也得不留多一点，然后是立马自带电饭锅呢，我那挂过三节到家里变成牛逼多的张牛机台。好的，可以了，来啊，所以综合解释过多没数量短语的重叠，好，数量短语的故重叠，重叠所以啊，那就特别多嘛，不呢？一波波是数量短语吧？一波的重叠形式，一波我太太了，一波波描写数量很多的样子，就是一对的烟雾喵的，不呢？但描写的事物需是以个体的方式出现的，因为你描写的不能压力啊，这苦尽这苦尽是不能，阿龙这边这是什么？这苦尽是这苦尽是，脱不了出来这边吧的啊，这冷静这冷静这冷静，因此它和很多的意义功能有所不同，这叫么的多啊不能，很多出来这边也比较多也。功能我能翻新的这都来不吧不的啊，数字只能用一数字干扰一百东路样，这下二三四哎二东路秒一百东路样没后一个一可以记可以省略，那个一个五的可以省略去打路亚吧，然后签他给路亚，我们就一波一波路目标一波波，那是那个一个都签他给了吧的。好，那么呢二年三个八级吧哦，收集的那一部分，那一团，一本以色列，一本，录音带，调查录音带，都是不是那部分？饭要一口口吃，话要一句句说，事要一件件做。他收集的那一幅幅图片，都收集他的，都珍惜他的，你 double 的。一本本资料啊，一本本所说的都清晰系列资料 data 里个，然后是一盘盘调查录音带，就是录音带，录音带所说 record 里不，那一盘盘所说的哭的这块是不，那哎录音带里个啊的，都是不容置疑的铁证，不容置疑所说，但底下撇下没录的铁证，然后我看嘛的，得得到他的包的。饭要一口口吃，他们啊的一口口走了，得漏钱得漏钱撒呀嘛的，话要一句一句说，这嘎嘎的空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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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我嘛的，事要一件件做，给啥里嘎的啊，把龙的库啊，给啥里啊，叫这库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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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漏呀嘛吧的。好的，可以了，继续往后。练一练呢，在括号里填上适当的数量短语，数量短语也重叠形式里特别样哎的。好，开始第一页吧，来。他在心里努力搜寻着能够说服妈妈的理由。嗯哼。好，他在心里努力搜寻着，都也是天嘛，我那就在比较想你吧的，能够说服妈妈的理由，妈妈给表露一下没理由的，理由是说张表姐啊，哭唧是下来了，表妈。那么理由的量词是什么？条，对了，一条理由。那我们怎么写？一条条理由。好的，第二个段呗，读一下。我很希望知道学校是如何把都是的
使都岁的中学生培养成能够看及看及风凉，长高飞的相应的相应的。嗯，我很希望知道，真的，很希望做，因为我没有练的呀，不能，很希望知道，知道怎么，啊，怎么说？第几年不能？学校是如何教的？不露面不能把十多岁的中学生，十多岁啊，十多岁怎么的？是你做心里的中学生，中学生怎么啊？把嘞。来来讲到你的故事的好了，所以中学生，中学生的量词是一个，对了，一个个十多岁的中学生，中学生的故培养成培养来没的能够抗击风浪，抗击所以啊，东南来嘛，我那里风浪是说离离母离，有几哪个咯？看开的有碰碰啊，反正抗击是咯，东南带开南门，然后是展翅高飞的，你到嘛？你有偏见不哟？高飞是咯，维谷变得来呢，声音一撇，的音是咯，等下不喏啊，是当上的，当里不嘛变得来的，等下的一撇。不能没透来的时候我的地界嘛来的好那所以你嘛都也量词啊把片马来时候上音的量词爱着哦不如片马来一只对一只片没好的第三个段没他所做的看似平常的小事感动着身边的每一个人，过也别呀，路然给我感动，谁留下你自己的？好了，所以你事业量子，你那天没？一件件，对了，一件件看似平常的小事，都留来的不？那给啥来的？记忆呢？爸妈们后头给啥来？伢的，感动着身边的每一个人。好的哦，老师词汇没多问的，你那个好也多他来着呢。打比嘛，词汇变多比没来。第二个多没是难以时的动词吧？的意思是不容易、很难。没略不严苛的说来这边难以，后面一般跟双音节或多音节动词或形容词。那么双音节。但那但是他们那但他不的 verb 的 adjective 的来把的不能跟单音节词啊单音节这个龙里不那这单那系列这个龙里了来罗米亚无的用于书面语撒耶达马东马的好那么哪里那张拍几包事情已经过去好久是每次危险起那时的事情情景并且还是难以平静这样的因为你自己都难以知道资源不难只说别人怎么能够相信呢够相信呢嗯哼事情已经过去好久了，给啥个的逼多啦，多多加逼的。可是每次回想起当时的情景，没嘞，我把侬每次回想起变逼了身上了，不喏变嘞傲慢起啦，那种啊，心里就变逼傲慢大劲，心情还是难以平静的。这个的滴滴念念差不多了，多多看的。表情哪个？第三个比多比，里面变身啥嘞？变身啥嘞嘛？谁做你啊？龙妹，或者是不喏？阿鲁，你莫是心里龙妹嘞？好，
第二十，这样的假话最好不要说。老苗的都要自家的，刚中完了没标完的嘞，因为你自己都难以自圆其说。你过把大过了嘛，不那圆出来，阿里好不那的，老表们嘞，阿咪毛带多啊，不那这窟窿哦，把嘛厉害木没西洋都标不完，看你呀，光别人怎么能够相信呢？都咩个不露露比着用把么来的？好的，来练一练个段没？为句子选择适当的上句，我家里的电脑的上句里头学背完的。好的，第一读读看。记者发生了，记者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居然发生了这样的事情，这六个啥？龙王听不到，我那屁没录听不到，屁来了，我表嘞。居然发生了这样的事情，虽然他经历了常人难以忍受的痛苦和艰辛的大门路嘞，不能你看咱难以忍受的低木看来呢，拿金木嘞啊，并艰辛是咯，开开木嘞，过嘞都啊，对中个呀嘞。在老家度过的每一天都很愉快。的老家嘛，不能老家嘛，各位冤嘛，别耽搁下来，你也耽搁下来，人我表现嘛，哎的。好，哎他妈第一拍几把哦。至今令人难以忘怀。嗯哼。至今令人难以忘怀。今天第一件事，如果我们没有开始吧，对的。好，那我们填什么？在老家度过的每一天都很愉快。嗯，对的，在老家度过的每一天都很愉快。好，第二。正是令人难以想象。哎，路里有不能龙王谷，反正难以想象的最多要客气的。居然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对，好，第三，他自从他却从未退缩过。对嘞，白龙啊嘛，那么重不把握嘞。这个会讲的哪里？标记吧。虽然他经历了常人难以忍受的痛苦和艰辛。啊，不满路的，不那低门槛来念拿节目的，都看深夜的中队给到来呗的。好的，可以了。那我们今天先停在这吧，明天嘛，那个免得有事到家没，大家再见。再见，老师，谢谢。好的。